到彰化鹿港天后宫，象征发财赚大钱的财源亨通斗，在今天早上8点点灯了。因为限量是200盏，所以不少民众呢前一天啊就来排队。广场上是涌入超过200人，甚至有民众呢是从桃园南下排队超过了20个小时，顺利抢到头香。天还没亮，彰化鹿港天后宫前绵延长长排队人龙，民众穿上大衣自备板凳躺椅，在庙外漏夜守候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财神龙摆到了吗？对。象征发财赚大钱的财运亨通斗，限量200盏，有民众前一天中午就来排队。这边是昨天早上11点，我们公司是每年都来排啊，前几年有一次没有排到。老板说今年一定要排到。我4点36分来的，前面已经很多人了，非常的多，比去年还多。头香民众从桃园南下排了21个小时，如愿抢得头香。鹿港天后宫每年农历11月开放民众点灯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就算点灯价要价8800元，还是供不应求。他们也自己有感应到妈祖对他们的帮助，然后他们自己非常的努力，所以点了这样子的一个财力亨通斗的话，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事业都非常的顺利，所以才造成像今天昨天哈，大概中午过后出现一个排队的人潮，超过200位民众挤爆天后宫广场，希望新的一年在财运亨通斗的加持之下，能够带来好运财富。记者王斐、林一峰、赖文良彰化报道。